两位一起过来看旧址的房子啊，装修那么长时间我都没看到过，就那边上工地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后来我们还帮他解决个问题。耶，那个门关。耶，咋没打扫呀？这是一年。耶，他刚才下头的我们了。哎，我以为说你在下头哎，我没看到人。你看还是凉少哈。凉少。哎。可以。介绍。还是看看，我还是第一次过来呀，噻。给他们给厕所那些都宽敞。可以可以。外头看不到啊，要是那个烂家属，他把整个的户人进来跑了。还这个顶层是干的。啊，刚刚在。好性感的屁股。好性感的屁股，那一笔墙都已经看那个屁股，好翘，他赶紧把屁股缩的。你是翘的，那边那个是混凝土，是卷的，现在是钢的，房子都造了一个钟了。还得慢点儿，哎，那个。那那里流的水银子的油，看到没得？气正常上噻。我呀，我都在你那儿，那边还是可以。我不影响整理的，那边还是。看到自己兄弟的房子高兴麻了，是啊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九十几个平方，三个卧室，还两个厕所，我那到处柜子还搭得明明白白。你看我那个金屋那排啊，九分鞋柜都有了。那个还是个衣柜，我开始还以为是个墙，结果进去看来是个衣柜。以后来做客，你在这房间可以休息。站长，这个可能是嘟嘟的房间，那上有书桌。哦。我上次看到他们说的那个是妈妈他们的房间。哪个？这里。哇，这个房间好亮堂。小是小点，但是很亮少哈，一样的有衣柜儿。你要搞清楚，你只是个姐姐，你不是业主哈、啊，你说了不算。姐姐说点意见不行吗？就是呗。业主的姐姐还是起大的作用，分享还是。别个是业主说了算。都像那个金门威啊，那个男的起不上劲，他问你啥？他不是业主的老汉儿，他不是让你起来上套，都不上劲了。是啊，他的门威他不上那劲，他问你咋个？他我是业主的老汉儿，现在那个富家老汉儿。他们都是我的业主。业主自己，然后我认到他们，业主的亲戚，你到底啥子？你喊业主也来亲戚。好，漏水的问题已经找到了哈。楼上。从楼上漏下去的。好，走。天天说要过来看哈，都没得时间过来呀。来过来了，还看起来是多来一个。但是电饭煲那些东西算我们的哈。
套家电是什么呀？不是一套家电，你不乱说了。视频文证哈，只是视频。我没说哈，那是他说的哈。你说的，你们自家电就说了。我说的电饭煲，煮饭的锅哦。啊，小家电。你倒是把空调也给买了吧，那贵的很，我跟你说。好了好，我们这回了。好了，要得，看到了，你们蛮容易的哈，应该是你们蛮容易的吧。到时候把那个门认到了，随时也都可以过来哈。好的好的。哦。随时欢迎你们来。路找到了。啊，问题也解决了，路没找到了，怎么回了噻？嗯，要得，拜拜。走。好，走走。